在座又是問問題的環節，我想問在座各位男士一條問題，好難答的，你認為女士對於愛情是否忠貞的？笑聲是吧？都是沒有答案的，就行了。我相信這麼多位男士聽到這個問題之後，第一個反應都不是是還是是和講問的，啊，怎麼答啊，這樣。不過 anyway 啦，接下來的一首歌呢，就是講兩個年輕人，都是男仔來的，那他們呢就很相信他們的未婚妻呢對於愛情呢是非常的忠貞，但是呢俗語有云，女人心海底針嘛，所以呢他們就決定交換身份去追對方的未婚妻，測試一下他們究竟是否真的忠誠。不過呢，故事是這樣就好了，那在另一邊上呢，未婚妻的女僕 Despina 又出來搞笑，就說這些男人對愛情都不忠誠的，女人都可以隨便去愛，咁樣。咁講完呢句之後，究竟測試嘅結果係點咧？咁喺呢度先買個關子，等大家細心聽一下。